好像换了一个超级可爱的珍珠奶茶洋装，它就是一件真的就是珍珠奶茶的，超级可爱。那我现在因为它是无袖嘛，那所以如果你是比较怕说露手臂的人，可以像我这样搭一个牛仔外套的感觉。它的那个颜色也配起来会很好看，因为牛仔外套配上这种杏色的这种款式，杏色奶茶色都会非常的搭。它主要是让你变 V 领，这样真的蛮好看的、欸啊。如果脖子短的人，就是比例比较不好的人，就要拉一点这样才会漂亮。它就会变 V 领，就你可以这样折一下，可以变 V 领的感觉。继续来讲一下这一件，它的材质话是很舒服，高跟感那种。对啊，这也是韩国的。那给你看一下它那个珍珠大小，它真的 size 非常刚好，而且它是算是规则吧，它好像没有很规则。你看这边比较空，然后这边比较密集，所以它整件不会很死板。对、哦，然后它下摆的话很有修饰效果，下摆还有个那种大的这种，就是蛋糕摆吧，很大的。然后它下面布料用的非常的多，这样，所以它就会比较修饰，而且很有设计感。那我给你看黑色，黑色好像比较复古一些些，黑色也蛮可爱的。